春国贸看到一组吕丽萍和儿子合影照曝光，照片中的儿子张博宇搂着妈妈，母子同框，画面温馨。31岁的张博宇无论在身材还是长相上都与父亲张丰毅很像。张博宇是吕丽萍和前夫张丰毅所生，二人离婚后张博宇一直与妈妈一起生活。2010年张博宇出演话剧《别让我撒谎》正式进入演艺圈，其后他还出演《楚汉传奇》《新编辑部故事》《盗墓笔记》《半步之遥》及《九科医生》等作品。2014年张博宇与演员张默熙结婚，张丰毅没有出席婚礼。